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7年9月10号，星期天，农历7月20。好，那么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喂。喂。哎，你好。你好。你好。不是吗？是啊。啊。安师傅。哎。感恩师傅，给师傅请安。谢谢。师傅，我先问问题是吗？哎，问吧。你是问问题是吗？可以啊。问问题。我想，师傅你好，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谢谢。师傅，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因为我头痛好多年了，就是。现在就是学佛修心好了很多，然后现在就是脑子里面还有很多杂念，我该怎么弄呢？继续消除杂念多，不能想。比方说你这个杂念一天想300次，那么你这个杂念还在。如果你一天能够改到100次，那么就开始越来越少了，慢慢的消到后来一遍都不想了，就成功了。好的，师傅。还有这师傅，我觉得我的就头脑啊，就感觉很乱，就是没思路，一点都不清晰。你有灵性，有灵性在身上，你怎么会清晰啊？感恩师傅。脑子不好，多念心经，明白吗？在烧小房子的时候，烧完之后跟观世音菩萨磕个头。我在还那个自己的药经者，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能够开消除烦恼，开智慧。听不懂啊？开智慧听得懂不啦？听懂。好了。好，感恩师傅。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好，再见。师傅。师傅，还有个经要跟你说话，他很想念你。师傅。我想问你一下啊，我去药店上班的话，我应该要多念什么经吗？你在药店上班没问题的，这药主要还是救人的，明白了吗？所以只要好好的求自己开智慧，你说我今天做这个工作，观世音菩萨，我也是在念经，我也是希望救度更多的人出苦难。让他们肉体病好了，以后我尽我的力量多度众生，你都要多讲的，自己跟菩萨要讲话的，明白吗？好，感恩师傅。我们非常想念你哦。是啊，你们乖一点的啊，你们是好孩子啊。好，谢谢，感恩师傅。好好念经。好好修啊。再见。感恩师傅，感恩师傅，保重身体啊。好，再见，再见。拜拜，感恩。喂，你好。师傅好。你好。喂，师傅好，师傅能听得清吗？听得清，你讲吧。好，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了，师傅。师傅今天帮同修九几个梦吧，是吧？请讲。师傅有一个同修梦见在法会现场，师傅从他身边走过，还笑嘻嘻。然后梦见一些人和这位师兄去拜佛，然后有一个像太白金星的老人在清点一些人，有一些人升天了，老人说这些人要去做王侯将相，留下了这位师兄和一些鸟，这位师兄好像感觉在梦中他也是鸟，然后老人对这位剩下的人说，你们要去传法了，好像是这位师兄在天上的法令鸟一样，然后我们都在变成了金色的鸟，在金色的天空盘旋，我飞下来跪在地藏王菩萨面前狂哭，有一个声音要告诉我要感恩地藏王菩萨。师傅，这是这位师兄做的梦，师傅您解释一下吧。这很简单啊，说明他真的是法灵鸟啊，
有几个鸟、啊、有好几个鸟飞到人间来护法了，来度众了，这个人一定是法灵鸟、啊、讲都不要讲啊。那个师傅，就像太白金星的老人说要清点一些人要升去做王侯将相，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天官，王侯将相全是天官。嗯啊嗯嗯，明白了吗？嗯啊，那师傅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法令鸟，是不是真的有就是就是来到了人间去？有啊，是不是这个？有啊，我看见过很多很多人凤凰下来投人也有。嗯，所以你看有些女的整天换衣服，但是她如果很善良，整天做慈善的，我看了我不能讲。有些很有名的女的，她整天换衣服，她是凤凰，天上的凤凰下来的。嗯嗯嗯，明白吗？嗯嗯，好，嗯好，甘师傅，下一个同修在就是8月27号凌晨在梦到了，就是在马来法会的酒店里梦见了师傅。同修说师傅今年特别累，因为头两天来只睡一个小时，然后就见师傅在剪眉毛，好长的眉毛啊。我说师傅这不是长寿眉吗？为什么剪？师傅微微笑笑没说话，完了站了起来，又想坐下，没坐稳凳子就扶住了师傅。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您在开法会的时候还是用您的阳寿在求呢？师傅还是被替众生背业了呢？嗯，实际上师傅很简单了，眉毛嘛就长寿眉啊、嗯、就是希望能够，我也希望菩萨能够让我在世间在人间多度些人呐、啊，就是这样啊，跟你们一样求啊，明白吗？啊，是的，是的。但是我的身体的确不如以前呢、啊，越来越差。嗯、是的，是的，是的。背得太重嘛，有什么办法了？背得太重了。啊、对的，对的。嗯，对啊，师傅，您一定您要保重您的身体，谢谢。世界上很多的众生等着您去救呢。对呀、啊，谢谢，谢谢。嗯。嗯，好，师傅，下一个，嗯，有一个同修梦到了语文老师跟他说，我要把您变成语文成绩提上去。下课了，很晚，没有时间来得及休息，接着就上英语课了。上英语课的时候，这一位就是穿着小龙王服的那个龙王走进了教室，朝这个师兄过来，跟这位师兄鞠躬行礼了。这位师兄回了三次，龙王才走，小龙王给他拘礼了，是什么意思呢？师傅，说明他这个人已经修得很好了。小龙王如果跟他鞠躬的话、哦、说明他已经是修到菩萨界了。嗯，哦，是吗？太好了，太好了。嗯、啊，因为就是他看见了，他马上就是回礼了。但是回了礼的时候，回了头一次，那个小龙王还是那么在鞠躬，他回了三次，那个小龙王才走，这样是，嗯，非常好，学的蛮好，嗯嗯嗯嗯，师傅是不是他？因为他最近他总在放生，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原因呢？其他都是因缘，最主要还是他根基，根基是很重要。哦，因为他最近都天天都在给师傅放生。对，是的，因为有很多的孩子都希望师傅您的法体就是能越来越好，能救助更多的众生，孩子们就是最大的愿望了，就是。对呀、啊，对呀、啊，对孩子很好啊。对。嗯，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对对对，好，感谢师傅。师傅，一个师兄梦到了一个修很好的师兄送给他两个观音吊坠，吊坠是白玉观音。梦到这个师兄，感觉这个吊坠很名贵，一个吊坠价值23000元，这是什么意思啊，师傅？耳朵的吊坠啊？不是，就是那个吊坠，就是脖子那个戴的那种吊坠、哦。应该有观音菩萨吧？有没有观音菩萨像啊？喂，师傅是喂，能听得清吗？是吧？听得清。啊、嗯、啊、嗯，他就是梦到的是那个送给他的一个
两个吊坠，其中有一个是白玉观音的，完了、哦、这个师兄感觉这个吊坠很名贵，是价值23000元，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叫他如果现在吊着的话，要叫他当心，好好爱护。嗯啊，就是那个吊坠这样事儿，他觉得这个吊坠非常非常贵，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吊坠。嗯，没事，加持啊。嗯，梦见吊坠都是加持。啊，加持。嗯嗯嗯嗯嗯，好好好，师傅您是不是也累了，有点累了？嗯，还好。嗯，讲吧。还好，嗯，好，师傅，弟子问下一个，师傅，您说过我们在家的居士好好修，守五戒十善，基本上能到天。师傅在五戒十善中提到了口业是最多的，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忌语。师傅，我们在家的居士如何能守好口业呢？您说一下吧，师傅。守好口业很简单，首先，经常想到自己是未来的菩萨，菩萨不能说谎，因为说谎。啊，今天心里要想，对不对啊？我今天讲了，吹了牛了，总有一天被人家发现，人家会看不起我 的。只要你被人家发现一次，你就完了，人家就不会再相信你了。你要自己经常这么想， 啊，做菩萨想，对不对啊？做别人想，对，别人怎么想你的？吹牛的人，我告诉你，不要把别人吹牛的人智商是最低的，因为他把别人当成傻瓜。所以他在骗人。是的、啊、因为现在的人我告诉你人家就是知道你吹牛，只是人家不说而已，谁不知道啊？你还不如说实话呢、嗯、对不对啊、嗯嗯、因为当你不吹牛的时候，你心里讲出来的话，你心里有底呀，是真的。嗯，你假的话，你说出来的吹牛，你心都会虚的。所以我们学佛人在师父身边坚决不许吹牛的，我不许他们吹牛的，吹牛我要叫他们离开 的，不许的。是的、啊、所以你经常这么想、啊、你就觉得第一我不能欺骗别人，第二、欺骗别人有业障啊，第三啊，我如果经常撒谎，我是看不起别人，以为人家都傻瓜，其实我最傻。对，第四，对，欺骗别人啊，你心不安，而且会让你别人看不起你，经常这么想，你就不会吹。是的，没必要。世界上很多事情，一就一，二就二，没做就没做，做错就做错。你索性老实告诉人家，人家觉得你这人很诚实。对，师傅，您常常都是教导我们，让我们就是说认识自己的错误，错了就是说对不起，就是对，就是这样式的。我不喜欢人家解释。错了就是错了，这件事情你事后可以做一些解释，你当时这件事情结果已经是错了，你就必须先承认，对不起，我错了。就这么简单，你任何的解释就是在狡辩，你就是想来把这个已经做错的事情想把它变成没有做错，你说可能吗？是的，好嘞，是的，师傅，就是这我们都是知道，就是这个口业呀，就是非常重，就是一个人身上的业障，这个口业它得是占多少呢，师傅？其实要看的，讲到底呢，你问这问题呢，其实很重要。讲老实话，你要是口业造出来没伤害别人，口业不算不是太重。哎、听得懂吗？但是只是你经常。小吹，吹到后来大吹，到最后就是出大事了。师父只是管、关注你们，不许你们有小小的吹牛都不许有，因为吹牛的人心中就像个污点，这个污点就像癌细胞，它会扩散的啦。是的。他今天吹一点，明天会多吹，后天会拼命的吹。好了，完了。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有句话，就是说我们能守住口业，基本上是成佛的一半，可以这么理解吗，师父？对，为什么？首先，你如果不妄语的话，你的心就比较诚。心诚的话，对的，你知道心诚则灵啊，一灵的话，你一半不就灵了吗？还有就是其他靠你的行为了，靠你的修心的精进了，忍辱了。对不对啊？但是呢，一半我是告诉你是不到的。
嗯，啊，是不到的，嗯嗯嗯，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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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那好，感恩师傅开始，师傅，如果佛友在别的佛友面前说另一个佛友的坏话，有什么样的果报呢？什么样果报？如果伤害到别人了，嗯，伤害到一个很有修为的人了，那个果报就大；伤害到一个坏人了，那果报就小。虽然你自己这么去讲也不好，但是你如果讲个坏人，你的果报就小，你的业障就小。啊啊，听得懂吗？啊，是的，啊，这是第一个。听得懂，师傅您说，啊，您说，嗯。第二个，你如果，啊，今天讲一个普通的人和讲一个伟人，那是不一样概念。嗯，啊，是的，是的。啊，过去你比方说，过去有人造谣。造什么领导人的谣？你说说，你说说看，造完谣之后不抓进去了？啊！你如果再造一个邻居的谣呢？这邻居为什么你就不抓进去啊？啊！听得懂吗？师傅，您说是不是？如果这个人就是说他伤害了一个就是很有道德，还有就是很有就是那个无私的人，还有就是一个就是很有就是。他就是功德方方面面都很大的人，而他造业这个人他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对，就是这样。嗯，对吧？啊，因为你在诽谤一个好人呢、啊，诽谤一个好人比自己平时吹点小牛，不知道要伤害自己功德多少。那多少？嗯，啊，是的，是的，师傅，如果以上就是有背后说佛有坏话，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来忏悔这件事呢？实际上也不多，最主要的菩萨是看你的觉悟。如果你做错事情，赶快承认，啊，跟人家说到对不起啦、啊，或者自己跟菩萨说对不起啦，这事情就结了，没了。就结了啊！是因为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最终的就是犯了这次的错误，基本上下次这件事情不能再犯了，是不是？啊，对对对对对。嗯嗯，好，感恩师傅。师傅，您在看图腾的时候是看到了，就是同修家的佛台有莲花。师傅，他这个是不是跟他的自身修为好、守戒，完了还自身干净，才有佛台上才有莲花呢？师傅，是啊，全有关系。因为你自身干净，佛台上干净，菩萨才会来啊。啊啊啊！是啊，师傅，那他这个莲花基本上就是，是不是师傅就是给我们种了这个莲花，也是有关系的呀？是有啊，就是我们在拜师的时候。你当然了，你心中有莲花，你家里拜佛，你才会产生莲花。是啊，是啊，是啊。你心中都没莲花，你怎么拜得出莲花？就像一个人画图，你先要画一朵莲花，你心中先要想象出一朵莲花的样子。你心中从来没看见过莲花，你怎么画得出莲花？嗯，是啊，是啊，是啊。弟子们都感恩师傅，师傅为我们在天上种下了一朵洁白的莲花，弟子们一定好好的去爱这个。其实非常不容易的，其实非常不容易。是的。种莲花不容易的。是的，是的。我不是跟你们。是的，是的，是的。嗯嗯。弟子知道您在为弟子往天上拖的时候，师傅您耗尽了很大很大的力量。对对对对，师傅，那您还看到了有的同学就是说佛台上有菩萨来吗？师傅您就说菩萨来了，其实是不是就是指的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别的菩萨呢？还是就是没有说到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没来，别的菩萨来了，是这个意思？都有可能。我说的菩萨有时候是观世音菩萨，有时候其他菩萨。我是为了不让有些佛友伤心嘛，我就说菩萨来了，实际上不是观世音，是的，其实不是观世音菩萨。是的，是的，嗯，对对。如果师傅您看到了，就是这个佛台，就是说，是不是他最近就是就比如说他就是两个星期以前有一个菩萨来，您看到了，基本上是不是就是他这两个星期以前的菩萨来过？都看得见。两个月都看得见，两年都看得见。嗯，是的，是的，我们知道师傅您那啥的，对，好，那感恩师傅。师傅那个师傅，就是年轻人在钱名利感情上最经不起诱惑了，师傅您说年轻人如何能把握好这个度呢？尤其是在感情上，就是那个就是自己把握这个度，就是知道了什么时候应该放下，什么时候随缘，这样式的，您说一下吧。
这个实际上还是靠你平时跟别人的修为呀、啊。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你要是经常跟师父在一起，或者你经常跟好人、好的佛友在一起学白话佛法，你会从中学到很多人的高尚的品质。怎么样为别人想？你天天这么想，你就会做出很多高尚的事情出来。所以品质好坏是靠平时每一天的积累的，明白了吗？师傅，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有的时候像您说的，我们多要和所以有正能量的人在一起。就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是说在工作上了，就是跟同事了，还有朋友上了，他们因为不学佛嘛，就是他在一起时间长了，可能就是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师傅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好，感恩师傅。师傅，您看昨天看图腾的时候说一个人到了无色界天，师傅说他身上长了翅膀，师傅，这是什么原因呢？他变成天使了，天使啊！哦，天使啊！啊你看，他西方人不是西方教不是经常有天使吗？其实，啊、其实这个天使就是在东方西方它都有，只是形状不一样，啊、明白吗？啊、其实我们、啊、我们有很多的菩萨护法神，他就是天使啊，嗯。是的，您跟你说就明白了。师傅，您说他这个天使，师傅也说了，他将来就是用不多久，他就可以超出六道，是不是？将来这也是他，就是因为每个成菩萨或者是超出六道的人，他都是有自身的一个，就是像法宝似的嘛，这样是啊，理解对吗？是啊，是这样的，好，感恩师傅。师傅，一个师兄梦到了一只，一个师兄梦到了买了一只甲鱼去放生。买甲鱼花10元钱，是不是代表延寿10个月？这十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哼，这不一定，反正梦到甲鱼就是延寿。啊，梦到甲鱼就是延寿。时间并不是说你10块钱就是10个月的，不是这样。他就是说他觉得自己买了这只甲鱼就是那个，就花了10块钱，这样说。啊，花10块钱，但是没有他。如果梦中感觉到他是延寿10个月了，那是延寿，就是10个月了。还是说看他梦中的第一的就是那种意识，是不是？对对对，梦中意识实际上就叫神识呀。好，感恩师傅。师傅，还有就是师傅在白话佛法的第三册中提到了礼佛大忏悔文里的有一位常精进佛。我找遍了礼佛里的经文，也没有看到南无一切世间乐境大精进佛，就这个有南无大强劲勇猛佛，有南无精进军佛，还有南无精进喜佛。佛号里的精进就是这几位，就这几位啊。精进佛呀，他们统称都叫精进佛呀。就是他们怎么会成功呢？他们就是靠着念经啊，学佛修行精进呀。常精进佛嘛，就是他们这几位精进佛呀。是的，是的，对，就是还得需要是自己的精进，还有努力。你要知道，精进对一个人成佛非常非常重要啊！精进啊，不得了了。常精进就是叫你们经常精进。就是学很多菩萨了，精进了，成功了。对对对，有一位师兄就是自己跪在佛台念礼佛的时候，他就是感觉哎特别的伤心。他说我可能有某一世的时候也是在这个礼佛的里边，而自己就是堕落成这样式的。他就是哎呀，越念礼佛他越哭，越念礼佛他就越哭，就是这样。我告诉你，如果在礼佛里面的菩萨不会下来。明白吧？我告诉你，佛。他这个肯定是跟礼佛大忏文里面某一位古佛关系非常好，曾经是他身边的孩子啊，或者是他的什么，是这样的。否则的话不会这样的。他会自己感受到哎呀脱离了父亲一样的。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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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你刚前面不是要有啊，南无一切世间若见上大精进佛呀。啊，是这不精进佛吗？是
好，弟子今天没有问题了，师傅感恩您，师傅您一定您要保重您的身体，您的身体，希望您在世间陪着众孩子一起成长。对呀，要尊敬您师傅。对呀，这些孩子我就是担心啊，真的，他们没师傅的话，他们会学偏的，很麻烦的。嗯，是的，是的，是的，师傅，我管着他们很严的，保护好自己。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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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您的眼里边是，您的眼是慈悲的，师傅。嗯，看得见。好好好，好，嗯嗯，再见。好好好，嗯，感恩师傅，师傅再见，再见。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师傅。你好。师傅。嗯。给师傅请啊。谢谢。感恩师傅，弟子修的不好。嗯。今天有几个问题，我弟子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嗯。有几个问题，请师傅开示。嗯，不要哭了。请问师傅，东方台有同音字版本的合集、念诵合集下载。这里面的同音字，同修是否可以自己随意感动？请师父开示。我觉得没太大的问题，只是已经有东方台的版本了，就不要改了，或者自己在念经的时候可以改就改吧。哦。听得懂吗？那如果我们曾经参与注印、运输和散发这些改动过的经书，需要念多少礼佛呢？这没关系。平时功课里的礼佛，如果真的你有业障的话，早就消掉了。嗯，这些都不是太严重的，哦、没问题的。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还有一个问题，同修因为当地弘法环境不同，对师傅的书籍封面做了改动，只留下了书的名字，这样是否可以？可以，没问题的。你要记住，师傅不会不为名为利的，你就不写我名字，只要大家能够学佛，我就开心。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还有第二个问题，同修建议我拿出钱来给重症放生做功德，但是整个流程都是他一手包办，我只需要打钱给他，到他指定的各种鱼老板的账户里，也不用我去放。放生对象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请问这样如理如法吗？ 你说呢？不如理不如法。好了，我看你有点愚痴，你这么相信他干嘛？嗯，对不对啊？你为什么不亲手亲为去放生啊？你把钱给他，你又不是在远在什么地方不能放的地方，对不对啊？对，能放为什么不亲手亲为啊？这本身就是糊涂，你还算师父弟子啊？你脑子有没有啊？没有，师傅，怎么就是你们这种都不长智慧的啦？光长肉不长智慧的人呐、啊，啊？对不起，师傅，嗯，我错了。那如果我所住院放生的重症自己没有发大愿，也不念经念小房子，也不深刻忏悔，他安排我去给这样的人放生，会不会悲业大于功德？那当然啦。你帮他出面，你帮他出面，比方说他欠人家的情，欠人家的钱，你帮他出面，人家鬼当然就找你啊。你们这个共修组的这个负责人，这个有点不如理不如法，听不懂啊？哦，知道了。哦哦哦！感恩师傅。我们一点都不长智慧的。我错了。嗯。对不起。第三个问题，我在同修要求下垫付各类助缘佛具的订单，然后由助缘的佛友分别将钱存到我的卡里面，我再统一打给佛具老板购买佛具，却不知道钱中有业障。有一次有一个重症打钱到我的账户里后，我全身非常难受，走路也走不动，不但造成极致的业障，还背了很多业，才知道师父让同修不能经手钱的良苦用心，在此向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菩萨忏悔，请问师父，我这要念多少礼佛？听你的讲话，看你的神情，台上都看得到你的，你就是一个根本不动脑筋的愚痴，听不懂啊？对。但是你上辈子因为积福积德，所以你这辈子经济上不错，我看你真的是个不动脑子的人呐、啊，真哎。是的，当时我看得太对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真的不动脑筋不能做事情的。
你以为啊？对。你被人家利用的话，你就本身就有业障。哦。是，我就偷懒，我想方便一点做功德，只要出钱就行了。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就很蠢。师傅，对不起。只要出钱就好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师傅只要在广播里讲讲就好了。你看为什么我要身体力行到全世界去跑啊？你以为我不累啊？哦。我在广播里就弘弘法不就好了？懂不懂啊？要身体力行。哎呀，是要修心，要修行，听不懂啊？对，是的。哎，希望同学们不要像我这样，像偷懒做功德，这是不可能的。我错了。智商很低呀、啊，阿Q 跟 EQ 都比较低呀、啊，感情也会很低的这个人。对，师傅说的太对了，师傅说的太对了。没脑子的女人。对，师傅对不起，我错了，我自己也让自己背，让师傅和菩萨忏悔，我等于是，对不起。以后就跟人家实事求是讲，我自己满意自己放，不可以啊。哦，给重症了，我以后给重症病人你就说。你就是说，你知道你都不知道对方如果是练财，你都不知道。对，没有对象，没有名字，你怎么可以帮人家背啊？你说师父帮人家背，至少还知道某一个人属什么的，我至少天上还挂号的呢，听不懂啊？你要知道，我帮一个人看一个图腾，天上就帮我记一个，所以他逃都逃不掉的。他不能搞我的，他搞我的话，天上会有护法神的。我都今天才讲给你们听的、哦、否则我背得起的，我背了这么多年下来我背得起的，开玩笑，像你这种帮人家随随便便就去放生，随便帮人家弄，你连人名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他什么业，哎呀，是的，伟大的，你是伟大的，所以我的梦境一直很差，一直在下面。你我错了。感恩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建议我开设公众号弘法，第一段是自己找的感觉比较好的一些道理，然后再紧跟师父的白话佛法开示，很多人看了以后误以为都是师父的白话佛法开示，这样做行不行？如果我把两段分开，各具体标明出处，然后坐在同一篇文章里，是否可以？请师父开示。你又脑子糊涂了，师父是师父，你是你，你可以把师父的白话佛法分成一个个段，一句一句把发给人家看，这都可以，对不对啊？你把你的跟我的混在一起，你是谁啊？你看看你的这个智慧啊，你就这么伟大的一个智慧，这个 RQ EQ 就这么低的一个人，你看你这搞都搞不清楚了，你自己的体会。你明白吗？你自己有些体会，你只能作为让人家参考。如果你放在师父的公众号里，你人家以为是师父的，人家做错了，你就是误导，你就会背业。他倒霉了，你替他背，听不懂啊？哦，懂了，错了，我太愚痴了，对不起师父，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会了，我一定搞清楚再发。我看你的智商就像十三岁的，好，稍微大一点吧，十七岁吧。感恩师父。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师父你最好反一反，对不对啊？智商嘛高一点，但是年龄呢像十七岁就好了啊。感恩师父。好嘞。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嗯。还有什么问题啊？快点啊！不要哭好不啦？我在工作中，哦，对不起，师傅，对不起，我在工作中拿取了公司给客户的各种促销款以及合作伙伴给我的返点回扣，总计几十万元。弟子愚痴，以为没人知道，有一部分是用来做功德，应该没事。可最近有位同修梦见我拿了1亿，做功德只用了1000万，还有9000万不知去哪里了。这个梦该如何理解？我该如何忏悔和弥补？请师傅慈悲开示。实际上这个同修可能对你比较了解，
他这个梦真的假的也不知道了。只要你做功德，我告诉你，你不偷不抢，嗯，如果是在工作范围上是允许的话，那你有你怕什么，嗯？对不对啊？那赚钱总要赚的吧？但是回扣如果是黑的，不好的，那贪污的就不可以。如果是公司奖明给你的，哦，奖励的，有什么不可以啊？不是，不是奖励，不是奖励的话是问题，不是你偷的抢的就可以，是偷的抢的，赶紧自己赶紧去放生去拿这个钱。哦，听懂吗？哦，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开始。你是上辈子，你上辈子是因为你上辈子自己也度人，你上辈子自己也做功德，所以在钱财上这辈子就比较宽裕，哦，这个都是你自己的福德，哦，只是你在这个福德当中要守住，听得懂吗？不能贪。哦，好了。哦哦，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弟子每次参加法会都会感觉很累，尤其是这次吉隆坡法会，睡眠充足的情况下，在法会现场人会睡着，而且呼声震天，影响周围同修，完全无法控制，走路双腿像灌着铅弹一样，请问师父，弟子这是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太胖了。什么问题？太胖了就想睡觉，听不懂啊？哦，真的自己想一想了，肚囊都出来了，我都看到了。哎，对对对，是的，是的，对对对，是的。咋的嘞嘛？你要知道气场好，有时候人也会想睡觉的呀。很多人只要师父一开始他就睡着，因为气场好啊。哦，就我的气场太差了是吗？哎，我说师父开法会气场好。跟你气场差有什么关系啊？你感受到气场好，你就会睡觉，这种很正常的。哦，好的，好的，明白了。什么鸟在叫？师傅，对不起，对不起，师傅，我一定好好修，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感恩师傅，感恩菩萨。你整个是一个没脑子的孩子，整个是一个没脑子的。对不起，我太……好好念心经了。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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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了，再见了。嗯，感恩师傅，师傅再见，师傅保重。嗯，再见，再见。喂，你好。喂。喂，师傅。你好，师傅你好。你好，你好。哎，我问一个梦境。今天凌晨呢，我做了一个梦，梦境呢，这个三点钟左右，第一个梦境啊，做了我好像是我儿子，他生病。哎呀，人浑身都是有毛病，眼睛嘛不好，我就跟医生说他眼睛不好，这是一个梦境。到五点钟醒了以后，又做了一个梦境，他睡着一个有一个右手不好动，我说怎么了？他说大概弄佛台弄了，大概这手不好动了。那么，请师傅开示一下。孩子会受伤，叫他特别当心，赶快每天念49遍消灾吉祥神咒。啊，是就不消像节行政啊，嗯，还有往生咒，还有病没往生咒啊。嗯，那么第一个梦境没什么，第一个梦境没什么，两个都有一起的，嗯，啊，两个都有一起的啊，好的，谢谢师傅开示。还有一个帮同学问他，同学说呢，帮他问一下，另外一个同学帮他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梦见他手上拿了一个红的纸板，就像香盒子，纸板上面一个玫瑰花，牡丹花。牡丹花是不是一个莲花掉下来的意思？一个变成牡丹花了，这个嗯，哎，他看见一个纸板嘛，这个纸板呢是像香烟盒，这个纸板红的，上面一个牡丹花，那，是不是莲花掉下来的意思？不一定的，他又做梦之前又没问，如果他睡觉之前他问我的莲花掉下来没有，那做到这个梦就掉下来了。那，他是同事帮他问的。哦，另外一个同修，做梦做到他的，不是做到他没用的，要不要问？比方说这个另外一个同学帮他问他的莲花是不是掉下来，请菩萨托个梦给我。那么他做梦做到他了，都是一样的。如果不是说单单就是做梦做到他一个牡丹花有什么不好啊？牡丹花嘛就牡丹花了，好了。嗯，啊，好的，是我没什么问题了。好。再见，感谢师傅，好，感谢师傅，师傅身体保重啊，再见，再见。喂，你好。喂。喂，你好。你好。
哦，感恩师傅。然后我帮同学问几个问题。嗯，就是有些专门的改名字的机构会把父母的名字和八字都拿来一起匹配，说是父母能够庇佑自己的孩子。哎，不要相信他。哦，这个不行哈。不要给他。哦。给了他以后会控制的，不好的。哦哦哦。还匹配呢。哦，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师傅。匹配呢。嗯，爸爸呢？你告诉他们，好几个爸爸呢，一个妈呢，有那个好几个妈，一个爸呢。好，谢谢师傅。师傅，然后之前师傅说过，能够度人成功的人，他至少是知一切众生的心念，因为我们还修得不好嘛，没有他心通。那我们在度人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更好的去了解别人，而不做到染尘缘呢？很简单，了解别人需要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毛病，自己的习惯，哪些地方比较好，哪些地方是自己的优点可以尽情发挥，哪些地方是缺点要怎么样改变，这是第一个。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首先这个知己是知道自己，才能知彼，才能知道别人，听不懂啊？你知道自己性格不好的，你就不要去跟人家吵架，不要跟人家去争，不要去跟人家讨论，明白了吗？所以这个都是要懂得一个妙法的。首先念经求菩萨保佑，第二嘛，能够了解对方性格，再去跟这个人谈的之前要知道他懂些什么，想些什么，你很容易成功。这还不懂啊？好，知道了，谢谢师傅。师傅，之前您说那个吃饭吃的太多的人容易睡觉，还容易长胖，不容易开智慧愚痴，是吗师傅？是啊。那为什么那个大多数那些佛都是胖胖的，肚子大大的？谁告诉你啊？哪位菩萨肚子大大的？只是除了弥勒佛之外，还有哪位菩萨肚子大大的？你讲给我听啊。就是看到都是比较丰满，比较圆润。圆润那不是胖，你看看释迦牟尼佛胖不啦？阿难菩萨胖不啦？对不对啊？你看看文殊普贤观世音菩萨哪个都胖了，他们脸上圆润。并不代表身体胖，明白了吗？弥勒佛他是什么呢？弥勒佛他本身这尊佛他就是显化给你们看众生啊，容天容地，他的肚子里能撑船，是这个概念。菩萨他的身体完全实际上可以变的，只是他在成佛之后的第一生，就是第一个身体，他还带着他的前世的烙印，但是他的精神上和生理上、精神上，还有他的思维上，全部已经变成佛了，听得懂吗啦？听得懂。好，谢谢师傅。师傅还有一个梦境啊，就是梦见那个念心经后啊，把一个玻璃方块然后变成了钻石，然后观世音菩萨就说这个钻石送给你，是什么意思啊？菩萨们点石成金啊，这还不懂啊？哦，给你钻石就是让你心明眼亮，钻石亮不亮啦？很亮，放到你的心里，就等于把佛性放在你心里一样的呀。好好好，谢谢师傅。那观世音菩萨说了三个字对同修说莲子相是什么意思？什么写的？莲子就是莲花的莲，子是儿子的子，相是那个照相的相，莲子相。莲子相啊，这还不懂啊？已经有莲花相了，莲已经长得像莲花了。好的，谢谢师傅。还有一个梦境啊，师傅，就是梦见坐在那个飞机的最前面啊，飞机在天空中开得特别特别快，但是那个飞机上面有一个缝隙，同修就吹着这个缝隙进来的风，就是那样呼呼呼的，一会儿又飞机又停下来了，说是要转机。那请问师傅，这个缝隙是不是证明这位师兄他那个弘法当中有漏？往前飞，坐在飞机上是拼命向前，这叫精进。有缝隙就叫有漏，小小的泄漏。那梦到那个转机是什么意思？转机嘛，就有机会了呀，这还不懂啊？修到一定的时候，他的求的事情有转机啊，这还不懂啊？谢谢师傅啊。那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梦到那个有一个声音在说，他说师傅都背白话佛法，那请问师傅，这是告诉同修要背白话佛法吗？对啊，你想跟人家去度人家讲得出来，你当然要背了。你不背你怎么记得住啊？比方说师傅跟你们讲白话佛法，
这我自己要平时都要会讲的，对不对啊？你比方说我至少要讲啊，一个人要懂得吃苦是宵夜啊，能够接受现实的人是一个啊，懂得改变现实的人，对不对啊？嗯，对。我们吃苦人吃的苦是暂时的啊，而不修行人吃苦是永远的，你这些不要背的，你不背你怎么去救人，怎么去弘法啊？嗯，好，谢谢菩萨，谢谢师父。嗯，师父，那个开示下，心若菩提，步步生莲。怎么写的？你们一定要讲清楚的。对，心若菩提。心若，若就是那个像苦一样的那个字，是不是？嗯，对，菩提步步生莲，师父开示一下吧。心若菩提，就是心要像菩提一样的慈悲啊。圆满啊，智慧啊，精进啊，勇猛啊，就像菩提，心若菩提，步步生莲，每一步走的都是莲花道，每一步走的是菩萨的道，还不懂啊？两句话嘛就知道了。谢谢师傅、嗯、啊，师傅啊，我这边有一个同修，他那个分享了，反馈了一下，就是之前打通了图腾电话，就是让您看了一位当时正在手术室里的一个脑癌的患者，是一位4岁的小男孩，当时韦陀菩萨也来加持了，师傅当时看图腾的时候，也看出他家里面有一个瓷器，里面有灵性，后来他确认了家里确实左边窗前有一个瓷器，然后家里许愿给他放生了10000条鱼，870张小房子，大悲咒10万遍，礼佛1000遍，然后几次病危都能够化险为夷，连那个医生都说没怎么治就自己恢复了，所以说他非常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韦陀菩萨，感恩师父。现在知道就好了，一个人有人救那是福气，我告诉你。一个人没人救了，我告诉你完了，太自私的人，我告诉你太自私的人完了，我们东方电台都有事情来找台长了，哎呀哭哭啼啼的，哎呀我一定要付出，哎呀我怎么样，等到弄好了，事情弄好了跑了，你都不理台长了，我经常被人家甩掉了，就这样嘛，有什么稀奇了，对不对啊？谢谢师傅，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一个分享，就是同修的老师他突然中风，半身瘫痪了，然后一点都不能够动弹，然后嘴巴也被灵性控制不能说话，但是意识很清醒，这位同修就是因为这位老师开始学习了心灵法门，他之前然后发愿为自己的老师念300张小房子，然后慢慢的老师的瘫痪的身体能够动了，也能够简单的说1-2个字了，然后期间同修去看老师的时候，老师总是发脾气大闹，后来呢才知道是要经者知道只有同修才能够给他们小房子，所以要得很着急，然后与老师的对话中，要经者告诉同修他们也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然后通过不断的烧送小房子，1个月后老师就能够出院回家了，当小房子烧送到大约400张的时候，老师生活就能够自理了，还参加了法会，所以同修非常感恩台长恩师的大慈大悲，每天不要命的救人，救了多少快要失去生命的人，救了多少人的生命与法身慧命，他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现在知道了吗？不过你看看，做一个学生你都要这么好，何况做师父的弟子呢？对不对呀？对，你看看还要诽谤师父，你说这种弟子，这种不油大？我告诉你了，我告诉你们好好的记住了，我告诉你，对老师不好的人，天上全会给他记录的，他自己造口吃，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修，对老师啊，要人说尊师如尊父一样的，明白吗？对，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过去。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恩师父，然后能够遇见今生能够遇见师父，真的是太幸运了啊！一起感恩观世音菩萨是最重要的，观世音菩萨真的太慈悲了，对不对呀，啊？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好了，师父，今天我的没问题问完了，谢谢师父。再见。所幸啊，一些孩子都是比较啊懂道理的啊，心灵法门真的是。观世音菩萨真的是慈悲了，帮了我们这么多啊，让我们离苦得乐。你好，喂，哎呀，跳掉，跳进来又跳掉，很可惜。师父跟大家讲，人在做天在看，
一个人怎么样做。所以师父今天很多佛友今天打进电话都讲到这个撒谎的问题，妄语的问题。所以师父还是要重申，一个学佛的人情愿做错改也不能妄语。我告诉你们，妄语你想想骗谁，只能骗人，能骗菩萨吗？你鬼都骗不了，所以没有意思的。对，而且用现在一句年轻人的话，比较时髦的话叫啊，你骗人家你是侮辱人家的智慧，侮辱人家的那个智商。你以为人家不懂啊？你以为人家不知道啊？你最聪明全世界。所以我告诉你，骗人的人最后被人家看不起，人家不愿意跟他交朋友啊。所以最好不要骗人，什么事情错了就错了，一就一，二就二，跟人家说原谅对不起。你可以不讲，有些事情你难以启齿，你就不要讲。喂，你好。喂，你好。喂，师傅请等一下。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哎，哎，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哎，师傅有三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是，许愿吃全素的男同修还没有完全把烟戒掉，算不算违愿呢？也没什么违愿，烟嘛，最好早点完成。我告诉你，佛陀要是今天还在，他一定叫你们五戒里面有一个不能戒，以后要加一个六戒的，一定不能抽烟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在家中只有一个佛台，可不可以多买几个拜垫，家人同时一起念礼佛呢？可以。谢谢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师父您以前说过双胞胎都是前世冤结来的。老一辈的民间传说，双胞胎一个死了，另一个也活不久。但是是什么因缘促使了双胞胎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却活得很好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不是冤恨，就是冤结。我就讲个简单例子给你听听啊。上辈子有一对夫妻，是不是啊？好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然后说，你下辈子投人，我一定要再做你的夫妻，做你的老公或做你的老婆。结果这两个人根据的因缘果报不能做夫妻，但是他们生成双胞胎，从小情形不离，但是他们在上辈子两个人太好了，对不对啊？那么等到一个死掉之后，还有一个就不想活了，因缘断掉一根，那一根就撑不住了，就像绳子一样，两根绳子吊个电梯，一根绳子断了，那根绳子很快就断了。那么在过去有一对夫妻，两个人吵得一塌糊涂，又吵又恨又爱的，对不对啊？结果后来一个走掉了，他们两个变成双胞胎了，今世到人间来，那个走了，那个还活得很好，为什么知道吗？并不代表这个死掉之后那个双胞胎不伤心，他很伤心，但是他坚持活着，因为他们两个人过去的缘分断了，但是过去他们还是有自己的缘分，他自己本身有自己的业，所以还没还完，他会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还债，还完了他会跟他一起走，不是说你想走就走得了的，明白吗？这根据业力的大小才能这样做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第四个问题，有同修有一次耳边就听到一句菩萨说的话，他说来历不凡，轮回造因。请师父慈悲开示这句话。这句话来历不凡，就说明他是有根基的，有佛缘的。轮回造因，为什么投不了菩萨，又为什么做不了佛？就是不停的在每一世都在造因，那么你在轮回当中就脱不出来，所以菩萨说轮回造因，其实就是造因才会造成你的轮回，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就是因为轮回造的这个人就现在成熟。对对对对对对。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嗯，好了。感恩师傅。好，嗯，再见再见。再见。嗯。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